宝岛义工团体新乡村和盛女士所兴建的房屋进入了收尾阶段，由全省各地前来参加这个慈善行动的志工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有人装天棚，有人油漆，有的替这栋新厝的内内外外进行细节的整修。和盛女士因为家境困苦，无能力整修，也是将家己已经相当破旧的房屋重建。报道义工团知影以后，特别发动义工，用了两礼拜时间来替伊起一间新厝。何女士对社会爱心是表示非常的感激。谢谢他们，帮助这样子，辛苦他们了。感谢他们就是要盖房子给我，跟小孩子端一起端地住这边家里啊。虽然这间新厝不是啥物豪华别庄。但是伫遮侪义工付出爱心、共同合作之下，却嘛会当好好露宿，以后有一个安居、闪风遮雨的空间。前来斗三工起厝的义工虽然辛苦，心情却是相当快乐。那我就是来这边可以，就说去过你很多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啊，然后来这边可以结交到很多朋友，又可以学一些技能。好，那到处就是在这边，可以帮助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可以去帮助人家。因为关于原始清水的牵线，何女士以后唔要阁住伫这破旧的房屋内。始清水嘛专程前来敬上感谢庄和报道义工团。报道义工团表示，只要有需要，因拢会真愿意替困苦的民众改善大的品质。当地的村里长呢，或者是说一些社工团体，或者是说，你只要知道有任何比较弱势哈，比较需要帮忙的那个个案的话，你都可以报上来，然后经过里监事会的审核的话，只要通过的话，我们就安排时间来做，要有住安住才有办法安你这个身，安身之后才能够安心嘛，安神嘛，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安详一点这样子。这已经是报道义工团今年以来伫信义乡所协助起的第二间厝。关于原始清水指出，在信义乡这个偏远的山区部落内，有真侪类似的案例，政府无法度来帮助这些困苦民众，但是有像报道义工团这种善心团体的协助，对山区部落弱势民众来讲，所产生影响是非常大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